大家好，我是糖葫芦。今天我们要转职100等4转，然后我们先到神木村去找转职的人，要走到地图山阳峡谷，然后右上角有一个树木，进去就会看到四转的人。然后我是第一次四转，我也没有去爬稳，然后我也没有注意，就是打死他会掉东西，所以第一次我就直接打死他就出去了，然后就再打第二次。那一只鸟，我不知道它会让你的血变异，吓死我了。好啦，现在就完成四转啦，我们下次再见，拜拜。